大家就知道我好喜欢欣赏电影的，所以今天又来到戏院这里拍戏了，走十方。咁大家知啦，我就最支持電影嘅，特別係呢個愛情動作片。咁但係今日即係呢期最 hit 就係呢個《你的名字》啦。佢個布幕機壞咗，拍唔到個海報。咁但係呢套嘢一個問題，佢就嘥愛情，冇動作。咁我都係麻麻地興趣㗎啦。所以今日嚟拜拜啫。不過這套戲呢套戲除了話佢已經奪得呢個動畫票房 number one 之外咧，真係功不可沒。佢對呢個香港電影真係有好大貢獻啊！我哋依啲唔中意評論嘅，但我哋中意扮啲發行商噶嘛。咁大家知乜事啊？我成日扮啦，扮乜鬼啊？逢係遠程動畫咁多年嚟，啲發行商，咁佢哋有咩啊？都是拿宮崎駿來講而已，終於現在有個新海誠多個名字給你們說來抽水了，貢獻多大啊，不用那麼悶啊，不差都宮崎駿，關不關事宮崎駿，終於多個名字說一下，下次宮崎駿到戲上呢，可能會倒轉拿新海誠來抽個名字上去抽水的，非常好。這間屯門戲院很有趣的，其實這裡呢在它裡面那個反賣部，反賣部那裡呢就是其實平時可以進去的，在非入場時間呢我都進去買東西很多次，現在這個入場時間入緊場時間不知道行不行呢，試一下先。是可以的，雖然入緊場時間一樣可以進來shop這裡參觀買東西的，咁講真句，係好多人唔知呢樣嘢，所以搞到呢間鎖係冇生意嘅。算啦，大家正應該知好啦，唔好教精佢。教識佢，教識佢依度個老細又唔會出一份錢俾佢嘅，咁啩？閂埋咗，閂埋，開埋遮先。個頂仲係電筒，幾好玩啊！試下先。好啦，咁大家入嚟呢啲精品啦、玩具部嚟拜拜啦。咁呢啲位咧就好得意嘅，佢啲貨咧就同反斗城大部分係重疊咗。咁就叫做開場前嚟拜下卦啦。咁就又揾呢啲咁嘅嘢喺呢個咁呢只咧，呢啲其實就好多人嗌錯咗。呢種如果你話正式講咧，呢種應該就係嗰啲叫佈置裝飾用嘅擺設嚟嘅啫，唔係皮套。即係用翻特色講，呢啲仲係等身大擺設，唔係皮套嚟嘅。因為大家睇真嗰啲呢啲咧，係就算除咗出嚟，著唔到上身嘅，所以唔係呢個一比一皮套，只係場景擺設用嚟俾影下相嘅啫。所以你看這位置呢，它這些並非是說一件硬膠來的，這條不是帶來的，現在很多人是搞錯了那個觀念的，不相關了，這些高興一下拍一下照片，咦，還有什麼擺呢？擺就這麼多先了。